这个东西呢，从自古以来就很多爱美的女性呢可能会去吃的，就叫胎盘素。那我们说为什么动物性的胎盘会比较适合一点点？第一个，因为我们也是动物啊，我们人也是动物，我们会有生物相容性，所以他们的胎盘的营养素呢，对我们需要的营养呢是比较相辅相成的。它有生长因子，它对于男女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。女生我们都知道养颜美容，男生就固精细神，就是可以去复活我们的细胞。比如说我们年纪大了，或者是说你比较累的时候，我们的细胞比较没有活力，那我们就需要生长因子去刺激它，增加它的一个活力，其实就是这一个。你的鹿胎盘素，再来呢，它还有一个葡萄籽，一旦有抗氧化，你就不会黑，会很有光泽，很有水分。还有，因为它还有透明质酸，我们就需要的一个水分的补取。